大家好，我是冯建宇。今天呢，是一个好节日，520。那么，拿起你手中的鲜花，向你心爱的男神或是女神表白吧。祝你早日找到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。520，节日快乐！又到了一年一度520的日子。今天呢，很适合去表白。因为在今天表白一定会成功，有男朋友的呢，向你的男朋友说一声我爱你；如果没有男朋友，快去找一个男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在这里等着你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等着你？我为什么要等着他？